对哦，刚刚我们是抓以列为单位，所以抓下来变它也是 OK，但是问题是一列放一个储存格，好像显然不 OK。哦啊，当然你说老师那没关系，我自己再用其他方法，比如用资料剖析慢慢剖。如果它可以剖的话，那你就直接用资料剖析剖开也可以的。哦，可是看起来好像没办法，因为它有些是逗点，有没有？啊，有一些是换行，那有一些还没有，先串在一起的，所以变成这个地方还是硬着头。如果假设啦，你要的资料就是这几个，那你把头尾去掉哦，留下中间的可以，那你就不需要再后续的。可是如果不行的话呢，那变成你要针对刚刚的程式哦，再去把它的什么呢？它的那个 TD 的部分哦，把它抓出来。那 TD 的规则呢，基本上哈、哦，刚刚有分析了一下嘛，反正就是在哪里呢？在这个网页里面有没有？它 table 下一个就是 T 这个 T 呀，有没有？所以你会发现这每个都 T 呀 T 呀 T 呀。一列就 T 呀，那展开来的话呢，就是每一个的 TD，TD 里面会有 inner test，就这些东西的哈。然后呢，我如果要把这些资料取得的话，那当然我可以从它这个 TR 个别的每一个 TR 里面再去抓到它里面所有的 TD 哦。那因为 TD 总共有几个啊？总共应该一二三四吧？这边看的话，一二三，是啦，这边有一个哦，总共四个储存格嘛，哦，那所以呢，我们其实可以在底下再加一下，再加在哪里呢？加在回圈 for 回圈的下一行，然后呢，直接拿这个叙述来修改好了，哦，怎么改？set TRS 有没有这一行哦？把它复制到这边，那把它这个地方改成 TD 好了，意思是说哈，帮我在每一列哦，个别的每一列里面哦，帮我去找。啊，找的话呢，就从 T 这个要改一下，这个要在这个个别的 TRS 啊，记得这个 TRS 括弧里面要记得加一个 I 的哈、哦。这样的话指的是它的每一列里面呢，再去帮我找 TD 这个标签。那前面这个名称也改一下哦，叫 TDS 啊。那也就是说呢，在每一列啊、哦，如果当 I 等于零的时候，就是第一列。那里面就会有什么日期、大乐透中奖号码有没有？什么等等，有四个了哦。那也就是有四个 TDS，那四个 TDS 的话，第一个就 TDS 小括弧零，我要放在第一个储存格，有没有？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哦。所以这个 TDS 的话，这边改一下，这个叫 TDS 啊，TDS 的第几个？那假设我里面不要再写回去，我用直接叙述好了。TDS 里面的第一个的话，哦，里面的资料呢，那我就放在第一个储存格。那如果第二个储存格我就放第二个的话，那其实你可以这样写，你可以把这一行复制到下面哦，那改一下，这边就是 B 嘛，所以这边把它改成 B。那下一个储存格的话呢，这边改成一就可以了，有没有？它其实 TDS 有四个嘛，它的编号一定是零一二三。所以它要放的方式的话呢，基本上就是哦，第一个放 A 嘛，哈，第二个放 B 啦，那再来就放 C 跟 D 嘛，啊，应该会吧，哦，就再把这一行呢复制下来，然后这边的话呢就把它改成 D 不就好，改成 C 了，哦，就放 C，那 C 里面的话呢就放第几个 TDS 的第三个，OK 哈，啊，以此类推，因为有四个啦，比较简单，我这边就不写回圈的啦，写回圈太复杂了，哦。OK，啊，这边的话就是放在 D，有没有？然后里面的话呢，就是放 TDS，等于是第四个储存格，就是零，零一二三，然后第三个，OK，好，这样的话理论上写好了哦，也就是在刚刚的程式哦，把它改一下，哦，改成这样哦，哦，OK，就是应该可以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哈，哦。剩下如果你体会得到的话，应该也没那么复杂，有没有？就是先 table，再 TR 列。在 TD，OK，好，那一 OK 之后的话呢，最后把它 run 一下看看结果 O 不 OK 呢？如果结果 OK 的话，那这一题应该就完成了，好，执行一下。有没有看到一个萝卜一个坑的，自动的全部都帮我把它抓下来了，哦，而且我觉得还蛮整齐的，我觉得好像比之前 Create 还整齐耶，哦，但是目前的话，我们只有抓一页，总共有74页。那底下我就不叙述了，因为这个概念跟之前一样哈，细部的部分请各位自己再去延伸。当然你就要改哪里，其实就主要改这个啦，
有没有？这边后面好像有 index 倍等于一嘛，然后加一个变数跑个回圈，哦啊，不过哇，那程式会很复杂啊，因为本身就很长，你要把这一段放在回圈里面，哦，那让它跑会比较复杂啦。不过你们可以试试看，如果很复杂的应用，你也可以跑得出结果，又没有发生错误，哇，那表示你以后要做很多应用都没问题的。好。 接下来的话，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就可以把它end，这个大概就是先把它存档哦。这个就是，这个就大乐透哦，用 IE 物件下载资料哦。你把这个部分就先 ending。那你说老师为什么？你讲这个之后哦，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那个交通部的网站，那是不是可以一样的方式来抓取？其实也是可以。 但是有一点不一样哦，你会发现哦，交通部的网站哦，它多一个地方是不同的，哪个地方呢？你有没有发现哦？理论上我们只要是储存格都是 TD 有没有？但是呢，交通部的网站哦，它比较麻烦一点，你就直接在这个栏位名称跟第一列的名称上按滑鼠右键检查一下。那各位有没有发现哦？ 它的命名方式哦，它用的标签哦，跟刚刚有一点不太一样。也就是说呢，只要是它的栏位名称和这边的第一列的这些这个名称哦，它都用 TH， 其他都用 TD， 哇，那就麻烦了。因为如果全部用 TD 的话，好办。但是它有些是栏位名称用 TH。 有没有栏位名用 TH， 其他用 TD， 哇，那变成你的规则又要改了哦。那一样都是放在 TR 里面哦，所以你会发现啊，这个一样是这个 table 有没有？然后这个第一列展开，它这边全部都是 TH， 有没有 TH 哦？那请各位先稍微把刚刚部分完成啊，待会呢再想想看哦，如果我要把它换成抓那个交通部的那个网站的话，应该怎么做哦？试试看哦。